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另一个星野居分享 Patrick，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个与呈现高层开扬有露台的立方单位。今天带大家看的单位是六座的高层E10的，实用面积有484尺的大露台两房，长厅设计，楼底有9尺6寸高，非常之宽阔。咁再睇个景观啦，因为系极高层啦，咁可以望到晒深水埗运动场同埋远山景嘅，咁啊非常之开扬。咁再嚟睇下啲房间啦，大房同埋细房咧都好实用，因应翻唔同嘅家庭嘅需要咧，可以摆单人床或者系双人床。房嘅景观咧都系非常之开扬。再嚟就睇下个厨房啦，就系用翻发展商嘅收楼标准啦。厕所就值得一提嘅系咧，系明厕嘅。好啦，今日介绍就到呢度啦，有兴趣嘅朋友可以随时联络我。